哦，狙击班童话里做英雄，哦，狙击班热血心中流动，哦，狙击班一起向我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小看大肚腩，说到勇敢，说到机灵，他是一级棒。喂喂喂，别在他面前逞强，所有左耳分子一旦见到他，闪一旁。而他很简单，他最爱吃冰激凌、棒棒糖。朋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有他助手下就不用烦。哦，狙击棒。话里做英雄，哦，狙击班热血心中流动，哦，狙击班一起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逆转危机四伏的和平庆典。嗨，朋友们，我们又见面了，今天可真热闹啊！远古怪兽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出现了，大家都觉得他们已经被皇家研究所赶走了，所以聚集在街头分享着和平的时光。快看那边猪猪们的粉丝，猪猪们最最棒，因为之前打怪物，世界因此而明亮，么么哒！不愧是猪猪们的粉丝啊！除此之外，全国各大商行也向皇家研究所发来贺电，他们是胡桃匣子美容中心、青蛙眼镜行、红苹果牌葡萄专卖店、哈士奇糖果店、恐龙牌吸尘器。哎呀，这到底是给我们贺电呢，还是在做广告呢？你见过没有广告性质的贺电吗？为什么要发贺电？我们还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呀。飘了飘了、老大怎么了？什么不要了？我是说我的粉丝数又飙涨了。哎，远古怪物至今下落不明，童话世界危机四伏，人们高兴得太早了。这是今天收到的快递，好多礼物哦。请帖怎么用白色的？谁送的呀？快打开看看嘛！小英雄们，听说远古怪物已经被你们赶跑了，本国王向你们致敬。为了庆祝来之不易的胜利，我准备在明晚组织一场盛大的和平庆典，特邀你们作为贵宾参加。一定要来哦。和平庆典，这样不就可以见到白雪公主了吗？啊，怎么所有人都觉得现在已经是和平时期了呢？哎，当所有人放松警惕的时候，可能就是远古怪物趁虚而入的时候了。我们要劝说白雪国王取消庆典。没用的，事已至此，童话世界的人都已经准备好欢庆了。那怎么办？当然是去呀。我不去，我怕远古怪物会趁机入侵事务所。要不要表现得这么有责任心呢？猪猪侠，你爱去不去？我和老大去，你和你的棒棒糖一起玩吧。大家别激动，小猪猪说的也有道理，万一远古怪物来攻击研究所呢？那些大怪物好几次都闯进来了。既然白雪国王盛情邀请，那就不要失信于人。你们明天一早就去白雪王宫，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。研究所这边有我在，一旦有情况就随时通知你们。好。皇家研究所的小英雄们已经到了。父王。是吗？他们来了这么快？太好了，我们快去见他们吧。
什么要把窗户封死啊？啊，没什么，只是搞一下小装修，还没弄好呢，我们快走吧。我们快出去吧，别让小英雄们等久了。好的。嗨，白雪公主。小猪猪、菲菲、小呆呆，欢迎你们的光临。公主，你越来越漂亮了。你越来越白了。啊？你说什么？迷糊老师怎么没来呀？迷糊老师他一向深居简出，所以由我超人强带队就好了。没关系，你们几个能来我就很高兴了。肚子饿了吧？我们开宴，大家尽管吃。真好吃。国王，远古怪物并没有被消灭，他们只是暂时被赶走了。我觉得我们应该提高戒备。小猪猪，你太谦虚了，有你们在，我还需要什么戒备啊？你们为童话王国付出了那么多，现在好好享受吧。国王还有公主，你们不要担心，有我超人强在，保证庆典能够顺利进行。我100%放心。我有点担心事务所和迷糊老师的安全，我现在准备回去一趟。要不要我跟你一起回去呀？这里更需要你们。白雪国王，既然今天这么热闹，我去把迷糊老师叫来一起玩吧。打个电话不就好了吗？迷糊老师很宅的，保险起见，还是让我亲自回去叫他吧。父王，今天是属于猪猪们的节日，你就让猪猪侠去吧。那好吧。事务所的人齐了就更好了。那我就先去啦。国王，为什么这里一个守卫都没有啊？今天是和平庆典，如果还需要守卫的话，那岂不是名不符实吗？您有没有考虑过，和平也许只是个假象，远古怪物可能随时会出现。假象是无法避免的，就像这个苹果，你怎么知道它不是有毒的呢？超人强在此，万事莫愁。甜。超人强，你怎么了？不好，苹果真的有毒。你是冒牌的。原来你们都是远古怪物。公主小心。巴罗，我要教训你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超人强为什么叫我巴罗？超人强现在好像神志不清，你快找地方躲起来吧。你们谁都别想逃。
啊，父王！老大，快醒醒啊！臭人强，不要再打了，我们都是你的朋友啊。他们在说什么？算了，先下手为强。老大。有胆就快放马过来吧。居然敢耍我，你们倒是出招啊。蛮雄震怒。老大，快说，我的伙伴还有国王和公主都到哪儿去了？老大，老大，我今天就把你们都消灭掉。老大，快放开我呀。住手。两个八路怎么可能呢？国王和公主，你们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当然是真的，你刚才被迷惑了。怎么会是你们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昨天我公布了庆典的事情之后，变色龙就闯入了皇宫，将我囚禁了起来。然后变色龙伪装成我父王招待你们，用毒苹果让你迷失了心智。我们都中了他们的计，白雪皇宫里就有危险了，我们必须去阻止他。糟糕，变色龙溜出去后把我们关在里面了。你们快让开，我要打开它。武灵之眼。对不起，变身时间到了。三尾狐不愧是忍者。迷糊老师果然不迷糊，你既然知道我来，为什么还把猪猪们支走？因为我猜测你们今天会攻打白雪皇宫，咱们必须团结，不能因为保护我而分散小猪猪他们的实力。你可想得真周全呢。不过只要把你除掉，变身小猪们就溃不成军了。那你可就错了，我没你想象的那么重要哦。超级棒棒糖，披着彩虹的光芒，关键时候帮我忙，给我勇气和力量。超级棒棒糖，它有神奇的力量，而我失灵也不慌，靠我自己向前闯。如果没有超级棒棒糖，还有勇气来帮忙，学会努力和坚强，给我神奇的力量。如果没有超级棒棒糖，还有爱的正能量，让我学会自信和飞翔，追寻最初的梦想。超级棒棒糖，披着彩虹的光芒，关键时候帮我忙，给我勇气和力量。超级棒棒糖，它有神奇的力量，我是。